玉米，在中国的粮食作物中的总产量仅次于水稻及小麦，但是却位于杂粮之首。它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，也被誉为真正的长寿食物，保健效果非常好，而且价格十分的亲民，人人都可以消费得起。可是这些年来，除了我们熟知的黄色玉米和白色玉米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紫色的玉米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品种？是转基因食品吗？爆炸营养课堂给大家好好说一下。紫色的玉米为安第斯山的原生植物，是秘鲁特有的一个玉米品种，玉泥棒及粒均为紫色。至于是不是转基因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转基因。转基因是将某些基因片段人为转移到需要进行改造的物种中，来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。而紫色的玉米是杂交的产物，杂交是指不同特性的个体进行交配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因此一个新的杂交品种的诞生，是育种师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最终培育出来的新品种。也就是说，紫色玉米不是转基因食物。另外，在生活中很多人煮着种子玉米的时候，会发现出现掉色的现象，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。这种现象是因为植物里含有丰富的植物色素和花青素，这些色素对人体不会有任何的害处，反而像紫甘蓝、苋菜等蔬菜还有着不错的营养价值。最后讲讲该如何煮玉米，建议大家最好保留玉米须。煮玉米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整个把玉米完全的放进去煮，这样其实并不好。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玉米最外侧的厚皮剥掉，留下最内层的两层薄皮，同时将玉米须子洗干净，这样可以保留一种独特的玉米清香，并且更加容易煮熟。正常情况下，玉米煮八分钟左右就够了。等到玉米煮好后，最好马上加出沥干水分，不然玉米的味道就不浓郁了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带着玉米皮和玉米须子煮的汤被称为龙须汤，适合糖尿病、高血压病人饮用，各位可千万别扔掉了。玉米须味甘性平，含有很多成分都是对人体有益的，其中对降血糖起作用的主要有皂苷、黄酮类物质各等，可以起到稳定血糖以及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。不过玉米须降血糖的原理研究的尚不够透彻，并不能用玉米须作为绝对的降血糖物质，只能用作辅助降血糖治疗。各位朋友，你觉得紫色玉米是转基因食品吗？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生活观点。